本身它会配你两条细绳，它就是蝴蝶结绑带，后面呢做松紧带，再来呢有开口袋，但是它口袋很隐形，让你觉得没有。本身这件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，非常非常的宽松，屁股没有任何一点的贴紧，它又是凉凉非常顺摆的西装布料的裙子，让你有一点点欧尼，但是又不要太端庄，所以呢我们就开了一个小小的岔，稍微给大家小性感一点。这个裙子很有趣哦，你喜欢穿中腰的粉丝你穿中腰，喜欢穿高腰的喜欢穿高腰，喜欢穿花苞的绑紧一点它就会变花苞裙了，不喜欢花苞的你就轻轻松松的稍微绑一个平结就好了。为什么它可以做花苞？因为它的绳子啊是做在中下，所以呢它还有一段可以做一个假花苞式的感觉。你看这边好多折位，让你整个人从腰到屁股到腿整个顺修下来。它是一个非常好处理的西装布料，冰冰凉凉单层，然后我觉得不太透，好就是上班穿搭都 OK。 松紧带全做后面，所以呢整件的质感全部都在正面，后背的屁股不用担心它有任何贴臀啊紧绷的感觉，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呢你喜欢这种顺摆的裙子，想要上班穿，想要就是一般休闲搭 T 恤穿都很 OK。